我要分享的就是，之前我的女儿就出生不久，那个皮肤有一点干燥啊，粗糙的、粗粗的感觉呀、啊。讲讲啊，就是肉眼是很难看得到啦。你们是要摸的时候会 feel 到那个粗粗的感觉，这样我觉得很不舒服啦，因为我每次跟她冲凉啊，过后我就会摸到那个感觉咯。我就有问医生，还有护士，他们说没有什么东西的，这些只是普通的干燥。他们跟我讲，擦一些 lotion 啊，买一些特定的东西就可以了。OK 咯，我就跟着医生所讲的，我就去买一些 lotion 帮我的女儿涂，整6个月了，我女儿都已经6个月了，那时候我就讲。那个问题还是没有改善，怎么办？因为她是女生呢，我想没有留到大也是这样嘛，开始有点担心哦。后来我的上线就有介绍这个 Chico 的产品给我，他跟我讲是天然无毒，OK 咯，我就去试下咯，买回来给我的孩子他们用哦。你用什么？用了，真的不到一个礼拜了，其实是4、5天不了，4、5天我就 feel 到哦，我的女儿的皮肤滑了，然后亮了，那些干燥的地方啊，已经开始慢慢浅了，几天不了，她皮肤就很好了，哇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一直这样子跟他用来冲凉啊，冲好凉我就帮他涂乳霜哦。用了一段时间，我发现到就是蚊子啊，因为宝宝很惹蚊子的嘛，他们会出汗之类。这样我女儿用了，真的没有那个蚊子来叮她。是会看到蚊子在飞，可是就真的没有被叮到。到现在10个月了，没有蚊子叮我的女儿的，因为真的没有那些小红点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body wash 哦，如果你有生热痱的人啊、汗斑啊，可以用啊，真的，它会帮助这个问题。我女儿之前这边啊，肚子啊，小小 baby 的时候啊，睡觉啊，很容易生啊。是那种热痱啊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会吵的，转来转去睡不好这样的，我也不能睡咯。可是我用了这个 body wash 之后啊，我们的这个 body wash，我的女儿没有再吵了，然后我也发现我自己可以睡觉，我都可以睡觉，半夜她不会再哭，不会再吵。这个很好啦，真的很好用的，可以安心买回去给小孩子一家大小用的，小孩子用了皮肤滑滑，也不用怕给蚊子咬。哇妹妹啊，我的分享就到这边吧。